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34面啊，734面第五行对中啊看起啊，对久久亦当开解欢喜啊，对这看起。咱看念老的注解啊，盖以吉林生前智慧不明，知经佛晓，今虽精进弥陀，逆令佛魂，但以心过弥陀，精进犹存。故师多闻分析，增长智慧，使令信解佛语。故闻久久亦当开解欢喜。这是讲身边的人一旦忏悔干我了，伊就会当离开边地，花开见佛。见佛真紧啊，随见佛咯。因为你的智慧少，听经也无多啊，所以看到阿弥陀佛，听佛讲经说法，也是有一寡障碍啊。由此可知，障碍唔是伫外面，拢中央拢伫内面啊。这道理，咱一定来创清楚、创明白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你这会当改造家己的命运啊！啊，有大乘的人，一定爱深信不疑，那都是家己的身体，包括法界、虚空界。一切众生、万事万物，拢是家己心现色变的。家己的心现出来，那心为什么现呢？那为什么生生起这现象呢？慧能大师开悟时阵讲得真好，好记诸性，人生万法啊！这句话用白话来讲呢，无想到讲诸性会生出万法啊，包括家己的身体，这不是假啊！能大师给咱做证明。那万法啊无生的时阵是什么款呢？伊嘛讲，第三句所讲的好记诸性，本自具足，也都是宇宙万法是诸性来对，本来都有的啊，无言伊未现呐，那有言呢伊就会现。啊，这个缘是什么呢？缘就是起心动念嘛。现在科学家讲的是啊，普通现象。啊，真心呢？
不懂呀。啊，本无动摇啊，这是讲真心，真心本无动摇啊，说明真心是不动的呀。啊，一念不觉呢，不是真心动，是妄心动。啊，一念不觉就起一个妄心，妄心一个动。人心的现象，啊，人心现象，人心也是不动的，但是现象，就是讲文字句句的变作人心啊，蛮法啦。所以一切法，确确实实是咱家己心生的啊。是对着咱的念头的心的变化，有时咱就真正会了解了。呀，家己的命运是掌握在家己的手里啊，甲别人是无关系。啊，佛呢，无量的慈悲，无尽的慈悲。咱啊，去拄着困难，边听，或者是这个报啊报的这个啊，这个想要哪教呢？好是不是给咱延长呢？如果那未当给咱延长呢，我的慈悲何在啊？啊，咱拄着灾难，好是不是帮助咱那化解呢？那如果那未当化解呢，佛就无慈悲咯。噶经典上所讲的是真话，佛也灵也不灵，因为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佛未灵呢。佛能怎讲灵？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啊，跟你讲，你家己啊，就明白了。明白的时阵，你家己用你家己的心念去转，这就叫佛灵了。来了解啊，袂当迷信啊。佛是会当教咱方法的呀。啊，咱读《了凡四训》，你看完了凡先生。十五岁拄着性命的孔先生，佮伊啊算八字，算流年，一点仔都袂差。佮伊的流年对十五岁啊，啊排到五十三岁，伊寿命都是五十三岁。当年的做古啊。是哦，甲这个孔先生啊所摆的一点啊拢未差错，啊，伊相信咯，啊，相信中国古人所讲的“万般皆心命，半点不由人”啊，相信伊阴伊道莫非前定啊，伊命中定的啊。无一个妄念，啊嘛无一个妄想，心得定了。三十五岁迄年啊，伊讲二十年啊，二十五岁，二十五岁，三十五岁这年，拄着啊，分国禅师，甲分国禅师啊，伫禅堂内底坐禅。这三更三暗，未起一念头。三更三暗啊，无一个妄念。这个从门内面来讲啊，是相当的功夫啊。啊，大概文殊禅师可能也唔捌去拄着啊。
太罕你有了。就问了范先生，你用的是什么工啊？你跟谁人学呀？了范先生非常的老实，我不用功啊。那十五岁，和孔先生算命啊，算定了。二十五年，逐年拢也无差，算啊足准的呀！一生拢算定了，我是想什么嘛不落用，归去卖想。混个相思听了后啊，哈哈大笑。我俩做你是圣人啊，原来伊也是凡夫。呀，甲伊讲了一番的大道理，佛教内底讲的啊。呀，甲伊讲，佛教圣人有命运，但是命运是会使改啊。为什么？命运是念头做的啊。你只要改变念头，你命运啊都会改变。所以了凡先生，我甲称作是。标准凡夫，为什么？伊也无修仙，也无作恶，迄、那个命甲白的是完全拢共款的啊！伊若作恶，伊寿命啊，都会啊缩短。啊，伊每年迄个标准是向下降啊。比如讲，算命先生啊，算伊今年考第三名啊，伊。可能考到第十名、第九名，做歹事就向下降，做好事就向上升啊！那这道理了解了，了解了后，伊就发心做三千件善事，在佛菩萨面前下愿，认真去做啊！这个愿啊，这个法。到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孔先生算伊是第三名，伊考到第一名，唔对咯，从来唔捌有诶代志啊，即摆发生了，伊相信了。以后因太太帮助伊，也两个人做伙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变化真紧啊！变化真正显著，不过这三千件善事，十年才圆满啦。啊，圆满了后下愿，各发三千件善事，四年就圆满了，愈做愈顺利啊！啊，一天会当做几多件好事啊？啊，迄、那个仙路的标准，就是《太上感应篇》广告记啊，就是啊，以《太上感应篇》做的啊。啊，名来对无功名，啊，就是讲伊读书去考试，将管的人考到秀才，古人进书伊名对无啊，无这份啊。啊，官即个当做到四川金水即个官分的低官，五十三岁就甲伊讲：啊，辞职啦，辞职转去，寿命到了。啊，伊断路修仙，参加古人的考试，考中了。参加进士的考试嘛，考中了。也明日做无后生，来求后生，真正也是有真正好的后生出现咯。这个后生家己传宗接代呀，后生大概生六个孙啊，所以因到来对以后啊，人丁非常兴旺。后代啊，现在也个弟啊，跟我也有联络。
啊，寿命只有53岁，姚凡先生无求长寿，伊活到74岁才走，加活21年啊。所以，文国禅师伊讲啊，命运是抄伫你家己手里，家己来真改呀。虽然讲要改是无路用，啊用行动啊，还才有路用啊。这个道理，咱都爱知影。啊，今天你的闲书第一代先就是弘扬啊佛法，弘扬传统文化，啊，咱生在这个时代，啊，孔子当年环境啊是差不多，社会动乱，大家拢疏忽了啊！传统文化，也孔子的迄当时非常希望讲有人会来应伊啊，伊会当做一个宰相，把传统文化都真正做出来了。像周公同款，文王以霸立立王天下，伊的志向是伫即地啊，毋过是无人应伊啊。周游列国，记了真侪国君，无人要应伊。啊、所以这才回去因故乡去教学，啊，算未歹。教五年，有三千个学生啊，三千个学生当中有72个有成就的啊。会当传承正教，把传统文化保留下来了，这功德太大了。啊，以后呢，这个2500年。所以孔子跟咱现在2500年，中国啊，中国这个国家，这个族群，天地求安啊，世世代代讲伦理道德，讲圣贤教育。信因果啊，知影断恶修仙，这是孔子的影响啊。啊，佛法的对讲叫做功德啊，佛做功德，真正改咯，命运都拢改咯。佛法更加殊胜了，啊，历代帝王都嘛咧学，学个最透彻的是啊，简称的雍正皇帝啊，真正用功夫啊，啊，知影这个物件真好，如识多三机，
就是帝王顶顶的恭敬啊，普遍的宣扬。佛法要奉上家己来管理啊，所以佛教的寺庙会使用宫殿式的建筑。那宫殿是皇家的建筑，民间是未使用的。但是寺庙呢，不是皇上的老师啊。那皇上是佛的弟子啊，所以佛寺会使用宫殿的啊。那比较宫殿来建筑。那佛陀的教化普遍在民间，只要是佛教道场，拢嘛是讲经教学。那佛教甲讲经教学疏忽咯，这是近代代志啊。时间无真长啊。这种国大概是200多年的款啊，因为咱看到乾隆、嘉庆、古今大德了嘛，真多啊，留下来著述咱拢看到了。啊，咸丰以后衰咯，真正研究佛教的，真正讲经教学的啊，愈来愈少。到民国年间。大概只有十几个人，这十几个大德，虽然讲经教学啊，大概都听经参佛书占一半，渐渐变质了。啊！离间了后，刚经说法的拢无了。啊！出家在家佛弟子，拢无咧做这款代志啊！佛教衰了。那衰，佛教可能伫这个时代的灭亡，这是咱非常忧虑的一件代志啊！这好的物件，那还会衰落去呢？佛教学习的这个困难，都是爱放下欲望。佛见现在人有佛的人真多，你叫放下欲望，伊都放不下。欲望若放不下，有佛就未成就啊！你家己甲家己造成一条障碍，佛法无比殊胜的利益，你得未到啊！在心佛法会帮助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帮助你脱离心法界，这是其他一切法都未够的。
尤其是佛教内底净宗法门，啊，这个法门难解，可是易行。啊，咱今仔日学到这篇呢，甲咱讲的啊，遍地异象。实际上嘛，无错啊！伊啊，真正升到西方叫世界去咯，真正是莲花化身啊！那临终的时阵，真正是佛来接引啊！只是接引的时阵，伊坐伫个莲花的内面啊。回到合起来咯，这就叫遍地异象，叫胎生。啊，无这个障碍，会信佛的智慧，会相信家己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会相信这个，从生到死，从叫做世界，阿弥陀佛来接你。你坐莲花内底，花是开的啊！差别啦，就伫即地啊！莲花开的啊，啊你都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啦，变成阿维瓦第一菩萨。啊，莲花若无开，即、这个。加持加未到啊！地界的世界确实，迄个世界快乐啊！啊，你伫迄个生活享受，经常讲的甲多利天同款呢。头前咱嘛有看到古代的注解所讲，甲亚摩天同款。啊，亚摩天的快乐胜过多利天。个计是五百年啊，那人间五百年，回馈咯，回馈咯，阿弥陀佛啦，加持你啊，都是万万得到咯。你啊，变做阿维瓦地菩萨了。不过回馈了后，你也有一点啊，这个习气呢。心高啊，未到啊，精简有准啊，这习气啊，啊，别安怎呢？不要紧，你啊，每天听阿弥陀佛讲经，听一段时期自然，啊，你就会啊开解。啊，发悲啊，得到了，叫做发喜充满啊。呀，开解心开的解，这是比如啊，业障重的时阵，心是闭塞的啊。啊，佛对是对诸心内面流露出来发音，你听无啊？不是语言的解释啊，你也未当体会到伊的意思，这叫闭塞。开解了呢，会听有咯。这种经验咱有啊，初学佛的时阵，前几年听经高手无比啊。为什么呢？看经记顶面讲的，愿解如来真是义。那是什么款的一个状况呢？啊，是无了解如来真是义啊。听就听，唔知意思啊。
这是学习，亦或是每一个人拢会有这个阶段，一点啊拢无遗憾。只要你坚持落去，那下一代唔通变心，用真诚恭敬心去学。一段时期了后，你就会明白咯。我咧学经，也拢经过这个过程。这个过程的时间长短，每一个人不一定，个人根性不同，根性差，十年、二十年，你都要有这种耐心，当时分修，分性较来一点的人，较容易听有。啊，听几个月就听有咯，就听出气味。只要持之有恒，肯定开呀是开悟，解呀是明了，心开的解呀。欢喜咧，文化结会，有什么欢喜？哎呀，真正体会到咯。这是天地吧，会是体会啊，自然欢喜啊。孔子他诸人都有这种境界，你看论语里所讲的啊，这个学历史甚至不给一好，一个一就是这个所讲的欢喜啊。这个欢喜是对内面发生的，不是对外靠来的。那外面的欢喜嘛，有讲到咯，有凭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你的快乐是朋友啊，好朋友啊，知心的朋友来吃鸿门啊，快乐啊，这是外面的啊。伊也是对内心，无对外面呢。读书乐啊，读书若听无，你就袂乐咯。你感觉真苦，了解明白咯，快乐啊。欢喜充满，无法讲的。孔子讲的不亦乐乎，就是讲佛家讲的欢喜充满啦。一地变强，这是你都加持啊，你得到了。如果那是啊，无阿弥陀佛的加持呢啊，你是无能力去到西方世界去享福文化啦。啊，这是发心菩萨才做会到的啊，变强呢，变成一个都未老去，西方三世。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，伊啊，拢种拢会供养着。每一尊佛的面前，拢有你啊，你分身去咯，你有这个能力啊，分身啊，化身啊，你家己的本身也是伫阿弥陀佛的光等内面，无叮当啊，你就会当分。无量无边心啊，每一个佛国土里面，你也去拜佛，去供养，修福啊，
听经文化，开智慧，福慧双修啊！即谈论书文，即得如意啊！还懂啊，三辈圣者，这什么呢？叫做一如意通。六种神通里面，如意通就是心足通，就是讲你有分心啊、化心啊，啊，你有变化的这种能力。啊，咱来看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七十二变，那就是叫如意了。但是七十二变，这如意啊，真水。无大，西方叫世界，这往生的人，伊也唔知七十二变，伊的变化是无量无边，有这么大能力啊！甲三杯九品的人拢同款的啊！三杯九品的人，你甲看古旧神通，六种神通圆满具足，变相诸佛，无处功德随意修习，故如弥陀本愿，也就是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内面所讲的，伊也拢有咯。阿弥陀加持啊，拢嘛有咯，有这么大的好处啊！啊，咱过来看下面的这段，阿耶多，如阿耶多，阿耶多。都是弥勒菩萨，是弥勒菩萨的名。主席呢？阿耶多的意思是慈悲，弥勒菩萨特别慈悲，总是笑面迎人啊。总是下济为邻啊，弥勒菩萨将来都不为着家己想，起心动念都嘛是为着变化界、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，也帮助这些人，不为开悟，离苦得乐。世尊用凡机名，有一个恭敬教学，提着一名，伊啊敬心大众，专心倾听，我着伊个名，下面讲个是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话，提起大众的注意啊。啊，劝导大众专心倾听，佛说啦，当地以下五祖菩萨为大损害，为是代理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啊，诸佛的智慧，诸佛的德能，诸佛的道力，诸佛的神通，诸佛的上好，唔通怀疑啊！为什么呢？自性本自具足啊，唔是外靠来啊！
你相信诸佛，你就相信家己。佛有的，咱拢总拢有。大神经教那边讲啊，非常的好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两个佛拢是同款啊。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咱拢有啊。为什么现未出来？咱今仔有业障啊，都受业障碍着，伊未当现前。这业障是什么呢？业障就叫烦恼啊。大乘经教里面所讲的烦恼分这三大类，每一类拢是无量无边。第一类叫做无明烦恼，无明是智慧失去啊，没啥自性，智慧未现前，无智慧，对什么拢唔知呀？也无明啊，无明是明了，未明了咯。第二种烦恼叫做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如就是讲啊，太多太多，真像啊，这个涂刷同款。第三大类啊，叫做见思烦恼，这讲啊真粗。见是什么呢？咱看错了。思呢，咱想错了，咱对家己、对环境看错了，想错了。那看错、想错呢？你对讲错，你买做错了，那叫作业，作业。绝对有报应啊！啊，善的业有善果，恶的业是有恶报啊。第六道内面，善恶业的果报非常显著啊。这三种的烦恼呢？诸佛如来拢总拢放下了，亦无障碍。所以诸行内面的智慧德能上好，拢总现前。那本来有的啊，唔是恶来啊。那有这些烦恼障碍着咯，那本性的物件无淡掉。只是和损失都拢无，只是伊无现前，那现在得未到，要安怎会得到呢？佛讲啊，真清楚，你家执着放下，你就得到一部分。啊，咱对有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未够执着咯。人既然未执着，就会做到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！因为执着，我才未跟人合作，未当随顺，未执着就会随顺，你就会得到自在。你真会当修行啊！执着严重，家己无办法修。处处拢嘛是障碍，都是想讲要修行就未成功啊！无这个外面的因素啊，一定爱知影成败因素的拢总是家己啊。学好对都会学起，对经教学起，你先得要开悟啊，从明白。将爱放下了，我为什么放下欲望？为什么放下名利？为什么放下家己？有些道理的啊！
你这道理无创清楚，你就放不下，放不下你就有障碍，你学佛法就得不到佛法利益啊。你内当啊，得到呀，就亲像这个了凡先生同款。哎，是无放下呀！你得未到的，不过是人间一点啊富贵的呢。了生死出三界，你无分。佛法内面真正的欢喜，你无得到。你得到的是功名富贵呀，所以你那是福报。了凡先生修的是福报，不是功德。啊，伊无敢我放下，我放下这是功德啊。最低呢是殊途缘故，那就了不起咯。虽然是起码最水，啊，伫大乘是十信的初信位，就那像小一年级，学校内底啊上低一级。那就不得了了。伊所得到的，咱啊得未到；伊所得到的是六道啊轮回，伊也未出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绝对未对啊，三恶道。伊伫六道内底只有两道：天道、人道。伊啊，未去对三恶道啊，也未去对啊阿修罗。所以啊，这个经典给人称作圣人。圣人是什么呢？一般人做不到，伊做到。那而且在六道轮回，伊是有期限呢。咱啊无期限，咱可怜啊无期限啊，有期限呢。天上人间七处往返，伊就证阿罗汉，证阿罗汉就超越六道。所以的六道啊是有期限的啊，凡夫的六道是无期限的啊。啊，佛法的修行无别项，将个大师早年都甲我讲，看破放下利益啊。这话真话，一点仔拢无假。只要你看破放下，你的命运马上就会改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咱来到这个世间来啊，是业报身。啊，过去心中做一点仔善业，得到人心；过去心中也捌有福，阿赖耶来都有福的经济，这心都得福化，也过。继续的修行，继续修行什么呢？完了时机都无断，无进一步的放下，所以啊，功夫就不得了咯。也不得了，要安怎呢？也可以失去轮回，啊，就可怕了。啊，一个轮回，这一生所修的物件拢未记得咯，一点仔都未记得。啊，哪个拄到啊？是就要对头过来去呀、啊？呀，咱啊，这一生就是安尼生咯。啊，拄到佛法咯，就对头来去呀、啊。这对头来去，头十年也真辛苦啊。那是讲无好的老师，无好的贤弟些来给你啊帮助你呢啊这。十年真无容易统计啊，但是啊，这个十年是你这个一生的基础啊。这个基础那是讲无怕好呢啊，成就啊是真正无容易啊。啊，我嘛是这侪年来才发现呢，
我定咧想，为什么在家出家修行比袂着古人啊？卖讲真远啊，顶一代，咱这代比袂着顶一代，原因伫倒位？那想真久，观察真久，总算讲找到原因咯。咱呢在军教育无做啊，无军啊，我算是真好运呢。也个我但不爱边缘，我也是民国十六年出世的，在民国二十年以前，传统文化无一人未尊重，虽然有人做未到，伊也常常咧讲，常常咧讲个嘴口哩，咱听个真实啊！啊，抗战胜利了后，民国三十四年。就无咯，伫社会上无人搁咧讲咯。啊，中国人抛弃了传统，抛弃了佛法，完全学欧美的。啊，今仔日全世界问题发生咯，为什么呢？欧美的文化出问题咯。现在外国人来中国来找，去印度去找，找解决社会问题、解决地球灾难的方法。啊，中国人有无？有啊！解决地球灾难有无？啊，大乘佛法有啊！啊，真正有效。啊，这些道理，来细心去想看卖，细心啊去个观察。慢慢你就会发现到啊，真正好啊！啥人肯学，啥人就会得到好处。延长寿命，我是一个真好的例。我的寿命45岁。年轻时阵啊，真爱去送命。真侪人搞我看，搞我送命。那几乎大家看法拢是同款的呀。45岁是一个大官。我不甲同学不过去，我出家时阵三个人，好朋友啊，正好出家，当初去修戒，出家差两年。两年来，阮三个人拢出家咯，同时受戒。
阮三个好朋友同年的，命阮拢未超过45岁。到45岁迄年，真正二月就来走去了，发扬法师啊。五月直直走去了，明艳法师。甲我关系上介好，抗战期间阮是同学，来台湾了后，阮也是同事。我出家一年，然后咧，伊嘛出家咯。好朋友啊，也比兄弟也佫较亲，兄弟无斗阵，即逐工咧斗阵咧啊。啊，七月咧，我破病咯，我就知影，你看今年。二月去一个，五月去一个，七月我破病，所以啊，我就念佛求往生。我嘛无给医生看，也无吃药，我有这个观念，医生只会当医病，未当医命。啊，命到了，生命到了，求医无路用啊。一生念好，求生净土，念一个月变好了。我这出家就开始讲经。我破病时，那像我讲了12年，我无求长寿，我无求延长寿命。这关啦就通过了。啊，第二次应该嘛是寿命到了。第二次是啊79岁，我无定定破病啊，79岁有破病啊，啊时间啦无长啊，就4天。情形啊，真严重，发烧。伫北京住一个病院内底，呀，唔是病院啊，住伫一个旅馆内底。我嘛，甲这代志，甲注意讲过。画面的第四天，应该是透早，大概3点左右，我感觉我家己倒伫一个山坡下面。面对着我是青山，一顶一顶的青山，那是梦境啊！但是特别的清楚，从来唔捌拄着这款代志啊！我嘛未记得讲家己有病，看到真多，而且人啊，面向我，白白拢是人啊！满山遍野拢嘛是人，面对着我，我看因啊，看个真正清楚。忽然间呢，这些人啊，隆重变得精神咯。我感觉非常着惊啊！这多人，怎会忽然间拢变得精神咯？嘛是面对着我，都是这款情景。我合掌念一声，
那么本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了，这境界就无了。佛偌大呢？就像经常讲的，像金山同款呢，满遍天啊！通常我刚经拜佛，第一拜拜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第二拜拜本师阿弥陀佛，第三拜拜本师毗卢遮那佛。毗卢遮那是发心佛，阿弥陀佛是不心佛，释迦牟尼佛是应心佛。我拢是安尼先拜啊，念熟了这多年啊。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现了，我各念一声南无本师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出现了，释迦牟尼佛就无去了。规个虚空啊，都是一尊佛。我刷了个念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，毗卢遮那佛现了，阿弥陀佛就无去了。最后我念一个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出现了，像跟佛同款大。我就听了边有人在跟我讲，你也有无放下的无？也有无什么人要见面的无？也有无什么代志还没完的无？我讲啊，拢总啊，拢无咯。我想要往生啊！啊，我最后的时阵，我有一句话，我讲啊，如果佛需要我伫这个世间帮助苦难众生，我讲嘛应你啊！我过大几年啊，也未妨碍啊！安尼就精神咯。清醒了，规身躯干，啊，病就好了。第二天，我就回去香港。在香港用两礼拜，就开始恢复钢筋。这是险险啊，死去的这个啊经验，死亡的经验，我经历过啊。所以我现在唔惊死了，我上欢喜去往生了，如何如何啊？那我第一集地呢，就是早年中华大师跟我讲，只要真正发心，为正法救助，为弘法利生啊，你这一生。佛菩萨对你安排，你免烦恼啊！我相信老师的话，所以一生无你为家己的操心，家己什么代志拢无啊，什么拢好，无一项唔好。啊，一切佛菩萨安排啊！该走的时阵，我有坚定的信心，阿弥陀佛绝对会来接应我。啊，伊什么时阵来接应我？什么时阵来去啊？伊无来接应我，就伫家来讲经。我一讲讲一讲，这是我的事业啊。现在我知影阿弥陀佛，大家的讲经，无一天休困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讲了49年，也无一天休困啊！这是咱上好的榜样。讲经教学啊，学习经教啊，这叫佛事。所以呢？
我一定都要相信佛经上的这个话啊，是未骗人的啊，不是人为做的，这点咱都要相信啊。就是讲这个经是不是真正佛说呢？也是有人为做。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是大藏经。这是李老师跟我讲，你若看到讲有一部经书去查大藏经，大藏经内底有无？如果有，无问题啊，是真的，唔是假。大藏经内底若无，就靠不住了。呀，一定是以大藏经来做标准啊。因为大藏经是经过世世代代古经大德的肯定，帝王的颁布，较早经典的经中，都系帝王批准啊。啊，无帝王批准是未当随便立宗的啊。所以藏经非常严格，但是现在标准无了，啥人的物件都买晒立宗啊！咱最低这底限是两宗，乾隆年间也是严格审查。啊，这个详细咧，未当啊，唔知呀。啊，只有菩萨好有意识，无量寿经超越大乘凡夫明。菩萨有，啊，大乘凡夫，是唔适当家己称作菩萨呢？还是众说众菩萨生于彼者，可是大利哦。凡夫当明心意，啊，咱凡夫会相信吗？菩萨也各有意识啊，下面是念到的话，超意甚谦，这个主角讲得非常谦虚，迷作决断啦。只是把这问题讲出来，故必加意，这个必加都是五念做老基书，这也意思，朝中两说军师啊。讲了拢冇道理。第一个讲法，我定随时啊，故叫凡夫，要令真实发起菩提心，即是初发心菩萨。凡夫是不是变成菩萨呢？真正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会使个称呼。伫中国佛门内面的这种习惯呢，三大大戒，你修菩萨戒，就给你称作菩萨。出家一定爱修菩萨戒，在家居士嘛有。啊，真多修菩萨戒，
啊，丁段行做讲经诶，是啊，菩萨大智。所以那无修菩萨戒，在家居士，伊是未当正式丁段说法的啊。在家居士修菩萨戒，就会用呢。这是佛陀在世时阵为摩居士抓头，甲咱做上好的榜样。啊，在家居士修菩萨戒会使大衣，但是衣文顶面无这个家啊，叫做满衣，无这个一个一个，出家在甲在家差别。所以在家大满衣，你就知我已修菩萨戒，也使行做讲经。只要伊一个行做，迄就是代表佛啦。伫大座顶面代表佛呢，伊伫咧讲经定做这时阵啊。出家人呐，看到伊拢买礼拜啊，为什么代表佛呢？啊，所以了，往往意思谦虚啊，唔敢接受出家人的礼拜，噶讲台头前啊，放一尊佛像，你啊礼拜是拜佛，唔是咧拜我。这是谦虚啊，所以讲台顶一定是要供佛像，一定有一尊佛像佛在的头前。论诸文，出无相菩提心，这是愿做佛心，这发无上菩提心咯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、啊，无上正定正觉啊。那有佛无咧有别项，都求这个物件。有这个心，这就叫做菩提心。是愿做佛心，我为什么愿意做佛？都是为着要度众生啊！愿意亲像佛同款的去度众生啊！度众生心，即立处众生是有佛国土心。这个公告，这个净土期咯。我要安怎帮助呢？成就众生，安怎甲帮助成就伊呢？劝伊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极乐世界有佛，现在佛都伫遐咧教学啊。净业行人，若发如是心，也就是啊，诸法心菩萨啦、啊，这无错。帮助众生，劝导众生，学习吧，无量寿经，学习。阿弥陀经，依照经典的教训，去修行。啊，法官求生净土，亲近弥陀，这就是啊，菩提心啊。啊，这个人都是菩萨啦、啊。
初发心的菩萨，家己修行叫做初果相。啊，大乘呢？初信位的菩萨，初信位是果啊。咱向着初信位这个果，就是初信向啊，向着这个目标，天台为别高之信为菩萨，如空中之树啊。无定无定，是故初发心菩萨是有退堆之烦呀。初发心菩萨啦、啊，未少啊。那现在修菩萨戒，在家出家，初发心菩萨真多啊。也退转未，也退啊。为什么野心会坚定？所以也退转了，而且真容易退转。什么原因？第一个，本身烦恼习气太重；啊，第二个呢，外面的缘，外缘不善。有迄个力量太强大，你若是讲挡袂掉，你马上就会退心。也会当抵挡外面的诱惑，这毋是一个容易的代志啊。古代的定咧讲咧，最大诱惑是啥物呢？沽名获利啊，你会动心未？啊，现在唔免沽名获利，小小一点啊好处，你就会变心咯。迄哪会用你？啊，李老师早年讲经的时阵，甲阮讲一个比如，菩萨讲话的人，伊住的所在40里内有法师讲经，法师。安静的人都是法师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在家居士嘛称法师。伊也大佛说法，就菩萨界的人，无去听经都犯戒咯。那菩萨为什么要去听经？做影响众啊！听经的人真多，大家都有信心咯。大概这个人讲得未歹，你甲看，这个人拢来听，所以甲大家做影响奖，有话才兴旺啊。那40里啊，已经是行路啊。啊，40里都要行4点钟呢，4-5点钟啊。听一段经，再个回来。啊，现在交通方便，以前拢无啊。啊，你听经。那是有一个人来给你报信呢，领导处啊，就黑修起来了。这时阵你也是继续听经，也是赶紧回去救黑呢，赶紧回去了，
心都无坚固咯。哎，你这菩萨心唔是真的，真的啦，何况是大师啊，自小气啊是无所谓。那老师讲古这个比如啊，菩萨啊，一心在道，一心伫咧净化救助，一心伫咧帮助众生，如如不动啊！小小的境界来的时阵，你心就乱了，慌了，赶紧退缩要转去了，那就错了啊！那在咱现前这个社会，在些明是谁，所谓七情五欲的诱惑，会动心未？会修会调未？那一个动心，修未调，马上就堕落了。所以啊，天台宗啊，别教啊，这个队伍，这个信威菩萨，比如个真好啊，像什么呢？空中之书啊，漂浮不定啊，空中之书是什么呢？谜啊！名真轻啦，放一个车就飞起来咯。所以是故初发心菩萨确实啦有退堆之患，这是啊第一种呀，基利家比威呀啊众说。这是无确定的一句话，以为将连真正是菩萨，同心一歇，将是大利呀。这是无量寿经草内面讲的。只以五定凡夫境啊，不可啊成疑。这个讲法嘛是讲真好。真正是菩萨，如果那无真恶，想讲唔提嘛太难太难咯。只有啊，真正开悟咯，明心见性是绝对袂退转，这一定都袂用哩。拢也有诶，忍袂起这个诱惑个啊，明文利用。来些明示啦，这关不容易过哈。所以咱凡夫，家己爱心灵，家己是凡夫，爱心灵家己啊有烦恼，这习气拢无断。经常啊，这讲的这两项代志呢，啊，这个都是诸佛如来啊，都是啊开悟的人，因自性的智慧的相现出来了，也能肯定未怀疑，第二个相信家己，佛讲的本来是佛啦。爱相信家己，只要真正
发心而佛，肯定会有成就。啊，发心而佛是实心做佛。啊，那为什么唔去做佛呢？啊，相信阿赖耶内面修法界经济拢总啊拢嘛有。你想学佛，你就会成佛；你想要学菩萨，你就会成菩萨。啊，你若贪图名闻利养，啊，你就会去鬼道啊！啊，你清昏，嫉妒心真重，你就会去地狱道啊！所以呢，是法界因拢有。你起心动念，这是缘啊，你向多一个法界，拢是你家己成就呀，跟别人毫不相关呐、啊。然那明白这道理，深深相信，所以啊，一切经验。咱就尽量易去处理了哦，而且处理个非常的好。啊，顺境，乃因有难，名闻利用乃因有难，财色乃因有难，一般讲顺境啊。咱感恩，为什么感恩？伊来苦我，我会去贪心未？我也未去贪心啊！因为我知影，凡所以上皆是浮梦。我也知影，把这经上啊所讲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！我也阁是用平常心来看待，安就对了。这个、考试就通过了，那考试我的老师我嘛多谢伊啊，我提升了。反面呢，也进来诱惑你。也恶灵也敬来诽谤你，来羞辱你，来陷害你。哇，怎样？凡所有上皆是浮梦，拢是来假考试，拢是帮助我提升，拢是显知识啊，无万分啊！无报复啊，只有感恩的心，真正提升咯。无经过考试，你唔知讲你家己伫倒一个等级吧？考试愈多，关关通过，你的等级不断向上升，你敢未感激呢？我若是无感激，你就是忘恩负义。所以咱都有善言恶言，顺境啊逆境啊拢总拢感恩啊，咱个家己修行功德，用大家来回向，啊，用这个真心对待一切众生，像诸佛菩萨同款，所以境界现前，咱想阿弥陀佛；境界现前，阿弥陀佛的起贪心未？阿弥陀佛发脾气未？会啊！难道有阿弥陀佛，我也不应该，不应该有贪乱，不应该有万分。这什么呢？这佛法，咱真正学到了，真有路用啊！
所以啊，你就逐天的生欢喜心，得受用咯。啊，会记哩，古人有一句话咧讲，那就是旁基书。当条时阵，这是一个大德基书，伊是一个财主。伊个财产全部拢卖掉，伫条金银财宝，放喺一只船顶面，船行到啊中港的中心，甲一卡弄一空，全部拢沉落去，埋底咯。其实这种做法，就是一句话甲世人讲，世人一定会问讲：啊，这个金银财宝你拢无爱咯？啊！你摕去布施做好事，敢是真好呢？为什么该沉在江内底呢？伊就是老一句话讲：好事不如无事啊！无事比好事也搁较好啊！啊！以后安怎过日子呢？变草鞋，卖草鞋啊！一箱草鞋卖一两个铜钱啊！伊啊，就是安尼过日子。啊，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菩萨化身来啊！菩萨啦，不是凡人啦。伊这种实现，就是教人一句话。好事不如无事，因此呢，这个含义也是真深，就是教人虽然唔能攀岩，唔能去有心的做好事，拄着都爱做，都未着卖去找代志。啊，做好事都爱钱呢，你看今仔有人送钱来。那就要退役做好事，没人送钱来，啊，太好了，没事情啊。绝对啊，不能去找事情，你的心永远是正的，永远是正的，这就是真正好事。世间好事，无比这个更加大的啊。呀，大家人都会安尼去想，都会安尼去做，天下太平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啊！都一款是庸人爱做好事的人，所以我离开台湾迄几年，台湾社会提倡啊，好人好事。啊，阮老师在去四里写黑板顶面，好人好事写落了后，然后伊伫下面迄、那个好字圈一个圈一个箍啊，啊，圈个箍啊，念起声安怎念法咧？好人好事啊，就是啊，真爱读书。啊，老师和阮的印象啊，真深。这是教阮讲，唔通去做好事，好事啊，你就会错咯。社会上啊，这诱惑你是挡袂掉的。无好事就是无事，好事啊，你就有事啊。所以讲，这两种讲法并不相违背，拢讲得真好。在你家这经中，真实之理，真实之理是什么呢？十方菩提梵，菩提梵是佛啦，这梵语啊，诸真实慧，
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，真实之际都是自性，欲尽君明啊，这是拯救六道内面啊一切众生。回忆真实之理，这个真实之理就是弘扬净土法门，劝大家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清君弥陀，这是真实之理。做这个代志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帮助众生达到究竟离苦得乐，一生当中圆满成就，这个代志难得难见啊！你是拄到了，你无容易拄到，你搁较恶去看到，如有昙花，岂有出现？有昙花是昙花，昙花一现啊！昙花拢嘛是半暝才开的，开的时间真短，较无半点钟花就谢了。这就是说明伊真稀有，真难见。今者南方灵鸿，南门灵门，你不信修，果乎佛闻？果闻。为是大利啊，人心难得，咱得到了；佛法难闻，咱嘛闻到了。尤其是闻到大乘净土，佫开始不可思议的。你听到这个无量寿经，你拄到这款的注解。啊，这本经，这个注解肯定的帮助佛法高清理一切众生，因此而得度。啊，真正超越生死轮回，啊，真正超越十法界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诸位想要做好事，印经印什么经呢？就印这部经。为什么呢？这部经是大乘究竟圆满的法轮啊。啊，你要学经，我嘛劝你专学啊这部经。啊，以后啊，我还有高清年，要咱帮助众生，是帮助全世界啊。所以，最后真侪人真正修行，甲大家做一好模样，做出榜样来，真正念佛往生。王星的水上和大家看到，相信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会把这个经讲得真透彻，感觉会让人生起信心，帮助大家不疑信心。转恶为善，转美为恶，转凡成圣，这佛经做得到呀。其他的法门经论是真多真好，咱啊欢喜顶礼赞叹。
为什么太难了？爱断烦恼呢？咱做未到啊！来断烦恼，也得爱断习气。你讲偌困难呢？断烦恼已经是不容易，断习气太难了。啊，所以的拄着一定要相信，我可靠不信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看多难，用现的佛对咱的爱护，对咱的关怀，对咱的慈悲教诲。那是讲唔信，未接受，过好好恩呐、啊。这都是经常讲的呀，为实代理呀、啊。下面，方出净土法门，一行云海，何况这里。净土法门，一行是一佛行，就是这个方法啦。这个门径，伊的目标是成佛，这个一行。如果伊的目标是菩萨，这叫大行。那如果伊的目标是声闻缘觉，这叫修行。那如果是恶佛，只叫人天福报，还叫做啊，叫人行天行。所以呢，学习终极目标是什么呢？净土终极的目标是成佛。不是成菩萨，所以叫一行云海啊。也方法呢非常简单，就是六字方名，六字个加上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名号啊，南无是印度话，意思是皈依。是尊敬啊，或者是讲归命，拢有这个意思。啊，真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愈简单愈好。所以啊，早年莲池大师在世，这件代志记在德昌随笔内底。你读这本书，你就会看到，有人向大师请教念佛的方法，要安怎念？伊啊，教人念六字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人问伊讲，啊，你老大人家己是安怎念呢？伊讲，我家己啊，就是念啊阿弥陀佛啦、啊。但是真奇怪，为什么教别人念六字，啊，你念四字？伊讲别人啊，不一定啊，有要求生净土的心。我教着南无真好，南无是恭敬皈依。我教这个好啊，我也是啊，我心要来去极乐世界，这个、客气话都免用咯。因为啊，经典内面教导人即持名号。名号的四字念，啊，南无不是名号，所以就免用了。这是说明修行的方法，愈简单愈受用。
啊，第八万啊，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大概最简单啦、啊，就是阿弥陀佛这四字呀、啊，无比这个还简单呢。那、啊、这四字了不起啊，就帮助你啊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哦，你啊，圆满啊，证到佛果啊，你的成就都会跟阿弥陀佛同款啊。啊，真正都是难信之法啦、啊。真侪人听到唔相信啦、啊，那有这容易？咁真正你的成就是真的啊，唔是假啊。所以六字洪明，性愿之明，这四字真重要啊！你爱真心、真愿，我倒位拢唔去啊！天顶我嘛唔去，啊！玉皇大帝牛为何你？你要去无？台湾天龙牛威啊，你要去无？摩诃修罗天龙，这三千大千世界，福报是上界大呀、啊。摩诃修罗天龙啊，这世界天的天龙，第四什么啊？相关呢？牛威好啦，咱都唔通爱啊。咱啊决定要来去西方极乐世界。去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啊，跟阿弥陀佛的学习，毕业就变做阿弥陀佛咯，跟阿弥陀同款，先佛咯，毕业啊都先佛，先什么佛？先阿弥陀佛了。你学阿弥陀佛的课程，肯定是阿弥陀佛。所以这是利益两极。最真实的利益，是大利中之最大价呀！无处不信，应是大利呀、啊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你就是这一生当中真错了。啊，这一生当中做什么错事拢不要紧，为什么呢？万法皆空啊，了不可得。啊，拄到正宗来错过，这真正是啊，应是大利，无比这更加严重，大错特错了。你哪当做这款错事呢？如千秋经文，千秋是观世音菩萨，六无处多罗尼，心意不信假，多罗尼是梵语，讲的都是这个梵文。这个法门是终其法门，终一切法，其一切义。这什么？就是指这句的名号，指呀这部经啊，这部无量寿经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，拢伫这个内底。这种词啊，一切诸佛所说的道理，拢伫这句名号内底。名号甲这个经本，这是多罗尼种词啊。如果是心意不信，动地机灵，应是大利啊。这个。无比殊胜的利益，你错过了。
你啊对伊怀疑，你唔相信，你啊真正错了。必千万劫中，轮转恶处，没有出奇啊！你做什么业呢？对这个信教怀疑，你看，疑是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贪心，大家拢知影是五鬼道。啊，嗔恚是地狱道，无耻是畜生道。傲慢是修罗罗刹道，怀疑现在你这地讲的怀疑，对性教的怀疑，比头前四种还更加重。啊，咱看对应这个灾难，这是啊，佛的经常讲的贪心。干掉是水灾、大水啊！那清灰是火灾、火山爆发。现在地球的温度上升，是什么呢？现在地球人的脾气真大，所以温度上升啊！这上的火啊，洪灾、雾气是洪灾。以前也有大的风灾，真少，无这严重啊！现在风灾真正可怕。啊，我过去住伫美国德州，听讲今年美国德州的时阵，把有两个月当中发生200多次的更烈风，这历史上都无记载啊！武器、武班呐、啊，都是地动。干着是地动，怀疑呢？比头前四个也搁较严重啊！怀疑啊，干着的都是大地受伤咯，真容易点个下面去咯。啊！大地沉到海底去啊！关山会崩落来。你看，怀疑啊，比贪嗔痴慢也更加厉害。这怀疑是对性教啊，特别是对净土。然后，最近看到这个网络的新闻，因为我平常无咧看电视，也无看报纸，对于媒体完全断绝。啊，即同学伫这个网络顶面下载一寡新闻，啊来互我看，讲这地上无缘无故都崩落去啊！啊，伊叫做天谴呀！啊，那就是天然灾害。地哪会这一个就塌落去？还面积真大，我看到几个面积，用中国的这款啊讲法咧啊，就是讲方圆呐，这个一里啊，一华里，一华里这大面积，忽然间落去了，落落去几百公尺啦，那不是水气呢？这些就是佛家讲的啊，怀疑所发生的。啊，严重呢，是这大陆的沉到海底。啊，外国人讲，大概5万年前，大西洋是这个陆地，叫大西国。科学技术也是发达到大概啊，比咱现在也搁较超级。
呀，嘛是人民啊，唔相信圣贤，唔相信啊宗教，所以这个大地就沉去海底落去，该称作大西洋咯。哎，现在还有传说，那个啊，大西国啊，会个浮起来。但是浮起来呢，美国甲澳洲就会沉落去，所以人因嘛无希望讲这代志真正发生。迄、那个国啊，都是阿特兰提斯，真侪有言咧讲，伊将来浮出来，唔可以浮出来时阵，澳洲就沉落去，美国也沉落去。哎呀，麻烦大咯！大的灾难啊，太严重了。对咱个人来讲，怀疑的对应是咱啊免疫的能力无去了。那一般人讲，人体自然抵抗力都无了，真容易受到疾病感染。所以的信心十足的人，无容易感染疾病。为什么有免疫力啊？就是有抵抗的能力。那抵抗的能力是坚定信心，无怀疑啊，咱哪都爱来学这个啊。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咱都学习到这个啊。